我是陈江宪，看起来你也阁为着我对罗恩姐动手的代志去扣我。我身躯内边，老是陈家的血，今嘛计划应该一半，我所想有够顾虑的，就是早一日完成任务，破裂求全。你有无这个许思维，就对雷暗看什么代志？暗了无，我想问你，我再问你。我才无甲伊讲。 所以你甲这样讲的代志嘛是假的，为什么要害这个人？我嘛是叫人病的啊！我想，拢是学校的同学，我罗家峰霸王七八凶险，你林子谦无可能做这种代志。代志的发生，时间拢掠到足拄仔好的，这件代志上有可能是大嫂做的。你不去出什么冲啥？他唔跟我是要安怎甲你讲，大嫂伊是有精神出轨，断绝。 因此，关系切结束，关系跟好些林子生断绝所有的关系。你哪会跟我讲这？你真是爱子生，爹你后，各位就黑了关系的痛苦。我拜托，你莫切断我跟子生的关系好吗？否则，那也真是老爸，就是那姓杜的，那才是真正的阿姨。林子生真正是我的后生，我袂当你遮等啊。 还是想办法甲爸联络，通知我平安。这个人，敢是陈忠信？看起来啊，伊也阁为着我对罗恩姐动手的代志去扣我。我身躯内边，老是陈家的血，即嘛计划应该一半。我所想有够顾虑的，就是早一日完成任务，破裂求全。